嘴巴里面，然后嚼一嚼啊，嚼一嚼啊，咬要咬，要咬嘴巴咬，像吃口香糖一样。要咬啊，慢慢咬。来，看我张柏林好吃吗？要嘴巴牙齿咬。香香姐好吃吗？怎么了吗？太大块吗？太大块，你们可以用牙齿把它变小。不好吃。你还没有咬，你怎么说不好吃？对，咬，好，咬啊。有遇到甜的吗？有甜甜吗？好，咬，嘴巴咬，像吃口香糖一样。你们可以把甘蔗咬，把它咬断。有甜吗？甜。有甜吗？好吃吗？为什么？有甜味吗？你把它咬断啊，用牙齿咬。我牙齿咬过。你要咬过，你牙齿没有坚固。有没有甜甜的？你可以像江萱姐这样吸。有没有甜甜的？你放嘴巴里面咬咬。是什么味道？甜甜的，甜甜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呢？有渣渣吗？有渣嘞。好，看一下有咬的那个渣渣拿出来。小刀子切得下啊、哦？可以可以。渣渣在这里。好，你看有人成功了，给大家看你的渣渣，他牙齿很坚固哦。我也是哎、欸。好，拿出来渣渣，把你的战利品拿出来。好看谁成功了？我也是。哇，有的有了有了，好，赶快咬。是甜味吗？先请你不要咬旁那个牙齿的那边。哇，成功！成功，对，要可以咬小块一点，我帮你切小块。你要咬而已就甜的，你怎么吃到像这样子？好好笑。甜的还是咸的？甜的。好吃吗？那你可以告诉老师们今天吃的是什么？甘蔗。